OK， 大家好，又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了，好不好？哦，上一集哦，大家就看到我的这个甩钩的技术嘛，还是有在，好不好？我们摄影师大哥啊、哦，他就有点不开心啊、哦，心怀说这个东西很容易，好不好？今天我就要来 PK 他，好不好 ？OK 啊！好，来我们比赛规则啦，好不好？看我们可以用最少的次数来夹出这一盒模型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来，我们比赛正式开始。我们就讲这个，我们以这个位置做标准了，好不好？OK， 好，来我们的 PK 正式开始了，好不好？哈、哦，我们是以这盒哦，这盒来做标准的，哈、哦，这个角度哈、哦，这个 angle 啊、哦，多一点少一点都不可以，好不好？黄文哥 ，OK， 啊 ，OK， 哈，来我们这挑战了哈、哦，由我先开始哈、哦。古语说先发制人哈、哦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哦，然后我们是让我们的蒙面哥，我们这 camera man， 好、哦，给他知道出哦，好不好？来，好吧，我们开始我们 PK 了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一局了哈、哦，第一局，哦，甩钩是一定要有的啦，好，好不好？哇，完美！哦这个肯定是卡爪，卡爪，好不好？卡爪，卡爪，卡爪也是要有的，卡爪也是要技术的哈，好不好？卡爪也是要技术的哈，好不好？好累啊 ！What？What the fuck？ 好，我们会不会进入延长赛呢？好不好？来，这个角度哈，我们帮你排回去这个角度哈，好不好？哈。来，我们会进入延长赛呢，还是由我来获胜 ？OK， 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帮我们的面具哥啊，不是面具哥，这个我们的摄影师大哥哈、哦，来帮他拍。来，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哈、哦，这个来我们的这个摄影哥哈、哦，哎，摄影哥，你会不会给我平局呢？哈、哦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一看就知道聊聊哈、哦。来，我们这个看一下你会用多少次来夹完哈、哦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哈、哦，来，我们换一个哈。哦我要上镜，我要不要？我要给你看我久一点。哦，哎呀，这个要多多一点，争取一点镜头画面。哎呀，只上镜就好。啊哈哈哈哈！啊，还要给我 PK 这个，哎呀哈！哦哎呀！啊